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usie， 欢迎收看新期的视频。随着世界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，骑摩托车的人似乎没有以前那么的多了，更多的是去买宝马之类的轿车。在日本就有款最牛的摩托车，是世界上最贵的摩托车，那就是日本的龙神摩托车，每台摩托价值98万人民币。这种惊人的价格最用来买一辆豪华的宝马轿车了，但是尽管它的价格不菲，仍然有很多的人想要购买它。据说大概卖不到一间，就被世界各地喜欢它的人给购买至今。相信很多人都知道，在我国市场里流行这么一句话：便宜没好货，好货不便宜。这款摩托之所以会这么贵，那是因为它的硬件设施有足够的强大。这也许你踩了它油门才会明白吧。它的排气量达到1520cc 的水平，它拥有对置4冲程6缸的发动机，这可谓是它的强大动力心脏。不仅如此，它的外形也是非常好看，是由北欧女神摩托车作为基础模型的，简直是帅呆了。然而想真正的驾驶它，如果你的体重太轻的话，恐怕是难以实现的。因为据说一辆龙神摩托体重达305公斤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是一个身材很瘦的人骑上它，估计连它的摩托把手也控制不了吧。怎么样，你想去尝试一下这款日本最牛的摩托吗？好了，下期再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，欢迎你的分享哦。